今年就靜啲咯，可能就同屋企人即係兩個人咁樣過就已經好夠啦。上年就可能去尖沙咀睇嗰啲煙花啊，喺屋企過。出年可以出去，而家唔可以，只喺屋企慶祝咯。都在家里过。去年圣诞大家都还是会聚在一起啊，聚在一起吃东西，然后可以有点小派对的。以往都会同啲朋友有 gathering 啊，我哋大家会大家一起聚埋一个地方食饭啊咁样。但今年就真的不会咯。前年就去了旅行，在家里和家人过。今年比较闷，多是会躲在屋子里， 在家里跟那个家人一起度过咯。今年的平安夜会在家里平平安安过，都会在家里过咯，即系都冇得出街啦。而家人少了少少，今年少了很多灯饰咯，即系圣诞气氛。跟住我好似觉得呢边圣诞气氛多啲，跟住就提前过嚟庆祝圣诞咯，系啊，专登过嚟庆祝圣诞。買下啲聖誕蛋糕一齊食咯，互相交換禮物啊！屋企裝飾咗聖誕樹，啲布置啊，屋企啊嗰啲咯。跟住變咗小布置，掛啲啲小小掛飾得噶啦。應該是會買一些禮物啊，送給太太和兒子他們啊。自己喺屋企買啲自己中意嘅嘢食啊！多災多難咯，無奈真係疫情爆發得咁嚴重啦。困難啦，工作問題受疫情影響啦，生意就減少咗咁樣咯。慘，大家都經歷咗好多嘢。凍啊，悶啊，今年好凍啊，冇乜活動今年真係。平平無奇，今年疫情人少咗，悶少少，只可以喺屋企。特別咯，可以話係，都試過幾多唔同嘅嘢，例如網課啊，又或者長期要戴住口罩咁樣咯。悲傷啊，又不能和同事或者是同朋友們慶祝聖誕節。孤單，今年就因為限聚令的關係，所以覺得挺孤單的。平安，全家平安就最好啦。親情啦，今次呢個疫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同屋企人 close 咗啦，即係大家有多啲家庭嘅互動咯。希望找到份好啲嘅工啦。我希望出年所有啲嘢都會變回復正常啦。希望下年就可以做翻今年想做嘅嘢。希望疫苗出嚟以後，大家打啦以後，整個社會經濟活動都能夠恢復就好啦。考試考好啲咯，我想數學科考好啲。我想佢越嚟越好啦。疫情快啲過。希望疫情快啲過，所有人都平安健康咁樣。疫情快点过去，国泰民安，工作顺利，身体健康啦，圣诞快乐。